这一年，我们勇攀高峰，解锁科技新时代。这一年，我们砥砺奋进，打造智慧新生活，发明缔造生活。 科技传递精彩，创意成就未来，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尽在2022新科技。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侯明轩。像刚刚这样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机器人手绘作品，是否令您感到大吃一惊呢？机器人是连接人工智能与现实之间的纽带，现如今在很多场景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智能化自主决策的大脑，高速响应的机器人神经，强健有力的机器人手臂。 这让机器人可以完成智能的人机交互、灵活的关节运动以及对物体的抓取和放置。长久以来，机器人一直给人一种能举起一头牛却摆不正一根钉的印象。如今，智能力控机器人以其精准感知和力道控制，填补了高精度柔性化领域的空白。 智能力控机器人从人的角度出发，通过机器人智能算法及高精准度的力感知、力控技术，赋予了机器人像人类一样感知和思考的能力。气球表面脆弱，遇到尖锐物品时容易破裂。当人控制气球向静止不动、带有尖头的力控机器人移动时， 稍有不慎，气球接触尖头的力就会使气球破裂。但当我们设定力控机器人向气球移动，在接触时停止，气球能否完好无损呢？可以看到，在接触气球的瞬间，力控机器人精准感应到气球微弱的作用力，及时做出反应，停止前进，气球完好无损。 力控精度可达 0.5 牛顿，控制频率为1000赫兹。精准的力控技术为力控机器人落地医疗领域提供了必要条件。我身旁这台机器人就是应用在超声领域的智能力控机器人。高精准度的它究竟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便利呢？ 远程超声机器人是如今在医疗领域一线投入使用较多的智能机器人之一。它集成了多传感仿真探头、高保真低延时图像传输、高精度机械臂柔性控制、力反馈等先进技术，可以帮助医生完成超声检查。这套系统呢是我们的这个人机协作的超声系统，它由这个从臂和这边的足臂来组成的，你可以体验一下。 反馈很快呀，很精准呀，同时还有感觉，这点对超声医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触后感是医生超声检查诊断的关键因素之一。检查时，医生需要准确把握检查的手法和下压力度。当检查部位图像模糊时，需要施加更大的下压力度使超声图像显现，但下压力度过大很容易导致患者受伤。在传统临床诊疗中，由于医生与患者处于同一空间，可以直接接触，医生的力度更容易把控。而远程超声则不同，医生无法直接接触患者，这时就需要精准的力控技术提供支持。 位于远端的丛壁能够感知与人体交互时产生的力，并通过内置算法计算出交互力的大小，通过 5G 信号高速传输给主臂，主臂产生相应的力反馈，让操作者感受到逼真的触感，准确把握检查时的力度，既保证超声图像清晰，也避免用力过大使患者受伤，为远程超声的准确诊疗提供有力支撑。 远程超声的出现，让医生可以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患者实时进行超声检查，并给出诊断意见，有效推动医疗资源下沉，为偏远地方医院提供较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给患者疾病早筛创造便利条件。力控机器人能进行精准的力量控制，并可完成连续精细的接触性作业，这让它在多个场景发挥着巨大作用。比如我身边的这个理疗康养机器人，您可别小瞧它啊，它可是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能够为人们提供智能化的理疗服务。正好我最近经常久坐，时常感到腰背酸痛，现在啊，我就试试它的手法到底如何。 只要将腰背按摩的需求告诉这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他就能够通过机器人大脑智能推荐理疗方案，通过震动按摩的方式帮助我缓解身体酸痛。腰部按摩时，老中医首先通过机器人视觉系统捕捉人体体态特征，再通过人体大数据的深度学习算法，计算出人体的差异。 准确找出我的下腰部，并通过精准力量控制进行按摩。按摩约5分钟后，再到关节附近肌肉继续按摩。而按摩背部时，主要以上颈部和上肩部肌肉为主。通过7轴自由度900毫米超大臂展的高精度仿生机械臂，像理疗专家的双手一样游走按摩。 按摩中的力道控制、按摩位置、按摩时间控制，都由老中医自动完成。感觉怎么样？非常舒服啊！我现在的腰部、背部感觉是非常的放松，而且可以发现它的力道掌控是恰到好处的。这个跟刚才的人机协作机器人不一样，这款这个理疗康养机器人呢是全自动化的，跟人相比啊，它在这个力道的把控上、穴位的这个精准度上，都要有优势。 拥有人工智能大脑的老中医能够不断学习并复刻现实中中医专家的按摩手法，不仅可以帮我们按摩放松，还能够找到人体穴位，帮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身体不适。例如，当我们因疲劳感到头痛时，它会主要按摩背部的肩颈穴，帮我们缓解头痛症状。而且， 根据人们的不同症状，它还能够对症下药，按摩不同穴位，轻松应对因劳损而造成的肩颈疼痛，或是肠胃不适引起的消化不良等问题。通过精准力控技术，它还能保证每一次理疗按摩的准确和舒适，避免人工按摩的差异性。同时，还能全天候工作，让更多人体验到媲美中医专家的按摩服务。 随着高精技术领域不断发展，对于自动化智能机器人的精度、力量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机器人它其实像造车一样，它有电机、减速机、传感器，包括关节控制、底层的算法。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复杂的系统性的工程。 这种全新的智能力控机器人可以实现精准的力量控制和快速响应，相信它们在医疗和工业等场景将具有无限可能。